那我们10月份的节目已经出来了，你们知道10月份有谁吗？想到鸭子，你们会想到谁？苏慧伦，答对了。还有，怎么突然忘记？反正可以上网搜寻铁花村音乐聚落慢市集，我们有个粉丝专页，还可以连到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对，你们有手机吗？有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就当你们都加了。好，那其实铁花村哦，就一个很奇妙，就来这边演出的人很多，有时候是我们邀请，那有时候是有些人自己来，那就一个很奇妙。那在这边工作，其实可以听到很多来自不同，甚至是不一定是台湾，可能还有国外的很多歌手这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对铁花村有什么疑问的吗？有没有想要发问的？我觉得哦，我还是不适合这么安静的音乐，刚刚有点怪怪的。你看我现在暴汗，因为这灯非常的热。好，我是铁花村的工作人员。然后有时候呢，如果说唱作俱佳，不一定每一次都可以额满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轮流上来。那我们在每一年呢，都会有一个铁花卧虎藏龙，就是卧虎藏龙，都是不管是歌手啊、乐手，都是我们铁花村自己的人。那第二首歌呢？我唱完这一首歌，就要换今天报名的朋友，然后可以开始调音哦，吉他调音，然后出去外面发发声之类的，好，第二首还是带轻快一点，因为太安静。因为我听突然换歌，我现在脑子在想要唱什么。你们喜欢谁的歌吗？有人知道来铁花村，有谁来过铁花村？好，没关系。苏慧伦快来了，黄大炜也有来过，还有谁？张惠妹，上礼拜刚完成一个纪晓君，还有张悬，还有那个。哦，陈升，你看你们都比我了解。好，那我要唱了，对不起，那我唱一个英文歌好了。这首歌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不太会唱英文歌的人都会唱，因为它有半首歌都在拉。它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，叫做《My Color TV Set》。I had a color TV set. You see.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欢迎今天报名的朋友。今天第一位呢，他是今年暑假呢有参加我们的一个乐团比赛，分风乐团比赛。那除了这个呢，他平常呢也都会常参与我们唱作俱佳。他是阿硕，你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今天第一位报名的朋友。